一步步靠近。掌声鼓励。太恶心了。你是说谁恶心？许志豪。金人为哈一两一路，员工是查甫的是很有企图心，要抢主持人的位置。但是我觉得就昂哎呢，我觉得他的实力是够的，对，反应够快。对啊，伊那无实力，伊的信念无遐坚强，就嘿伊就卡袂掉。假以时日，真的真的，咱三个爱设计，真的啊。好啦，我上烦恼的是你啦。我紧，我阿那讲我这查某囡仔吼，哎，公认是天后接班人。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甜美，太疗愈了。你不单会唱歌，还会养虾瓜。哦，这里有才华，才女型的，长得神要睡，琴也弹得非常好，所以连袂出来，大家看查囡仔都查甫边看。你慢点哦，你慢点哦，那查甫出来，别看唔看，谁在你？安尼够阿文吼，来欢迎许志豪、翁玉君。哎，怎么会有一只绿蜥龟啊？我和你，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。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你说你不知，你还包括我自己。该不该再继续？该不该有回应？让爱一步一步靠近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拒。我人最怕就是动了情，虽然不想不敢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我和你，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。也许应该放心，让爱一步步靠近。掌声鼓励。太恶心了。你是说谁恶心？许志豪。我刚刚林景亮哦，拢无危机意识呢。我跳钢琴安尼，大家小看一下。哎呦，我先啊吹落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这对新人，温温爱爱送入洞房。来一百兄弟，一百古董，五车对拍。哎呦哎呦，卖了卖了。哎。你今仔日哪里？哎，阮两个跟我穿同身呢。阮两个若真正结婚，我跟你讲，包六千就来互阮请，包六万坐主道，包十六万会当参观阮洞房的过程，好唔好？啊，若包六十万会使做恁囝，吓？包六十万会当做伙洞房。包大方的呢？包三千还叫唔退回？我拄仔伫后壁听，甲替恁烦恼干呢。安那呢？恁哦，讲啥物长江后浪啊，推前浪，推前浪哦。坦白讲，三位前辈，你们真的不用担心呐。拜托，谁担心？你们现在永远都是对不对？我们要学习的对象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头好又壮壮，长得非常好，对不对？中用哎，你烦恼啥？别烦恼。比屁，完了，头好时他个骨头硬。包个包就会得意啦！来来来，来主持人呐，一共长江后浪推前浪。哎，小奈奈，你敢看没？啊，那你他是你的晚辈吗？玉君是晚辈。对啊，是长江后浪推前浪。啊哈，前浪是个笨手浪。哎呀，
啦，笑出来。他自己都认同了，真的很好笑。你也没妄自菲薄。哎呀，你台顶的叫主持人给他吐槽，哎呀，你的机会越来越多，丢嘛，丢啊！哎，其实他的人气一直都在上升呢，真的哦，越来越受欢迎，跟他的血压一样。喂，喂，跟他低过量啊，哎，丢掉哇！哎呦，比如你今晚你是彭恰恰，哎，我帮我彭恰恰，我滴过，哎，学来学来，我的心理要调整一下，哦，不要卖吗 ？gay 啦 gay，gay gay 哦 ，any any any， 我滴过量啊，我是彭恰恰，哎，我为个感动一百年，一礼拜呢，哎，原来嗨啊嗨，哎呦，呵呵，林北激动上欢喜，是安怎欢喜？电话面吼你，你彭恰，林北这个面去回家搞回去，头发骨弄过，佫比你较缘投。哇塞，你够靓啊！哎呀，哎，没有套的哦。哎，但阿姆哥伊安尼一讲，大家拢会记你对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莫怪你人生起起落落遐尼明显。喂，你今晚你个电爷面你都错。电姐，电姐，电姐啦，只是你的手够大无？伊面足大呢。喂，哎，我真无够用啊。一般人迄个面哦，拢超两分地，即六加我。六加我。来一百七，你先安尼，你是要有什么人讲好你哈？哦，真想你。你也未使感觉疼，你还搁笑，伊甲你拍你还笑。哎，这头壳真正大了未啦？哎，头前只有十分之一尔，后边有十分之一，炸大天啦！哦，听人讲你洗头的时阵，那莲蓬头全规波下海拢袂淡，想影袂影？拢流对面去，安尼都红啊！你是咧笑啥话啊你？有只老白甲你诶，访问过你有偷到？哦，啊你出门无带几个挂口罩啊咧？冲啥啦？修路啦！口罩，口罩啦！口罩拿起来，口罩。那你无带几？你咧倒扇手，你想啊？我老倒扇。